地表出现神秘源越来越多，到底为什么？一圈一圈的，有时候还有一条线连接这样子，在月亮这个地方发现它2000多个。无与伦比的完美圆是谁才画得出来呢？金字塔四周的这个周长除上高度2倍，就差不多是3.14。你没有圆规的时代里面，怎么去找到一个完美的圆形？虽然认为说只有神才能够创造这样的圆形。真相 hold 得住，明天晚上8点钟，卫视中文台。